多了。放这个钱。哦，那我要薯条，等一下，留薯条给我。好，那现在给你。不用不用，在外面就好。好。手上黑黑是脏脏，是脏脏啊，就是掉了。现在在场吗？对了，我现在在家都已经不留留，因为我觉得留很麻烦。哦，留很麻烦，连大姐。但我之后还是会留留，就是反正在家也没有人看。谢谢建国的口罩，他口罩戴好了。感觉变成什么一点？最近没有刘海，刘海是幼齿的象征。拨头发动作好看，这是什么称赞？这个称赞超乖。其实我一直很想在，就是哦，现在 Ring 的绣球花王，谢谢。很怪啊，哪有人说别人拨头发动作很好看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要，就是在头在床，还是要夹起来，不用它不会掉下来，因为睡觉定型。而且我不喜欢夹头，我一直很想要在舞台上面就是这样子，但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有留刘海。就如果我这样子的话，我刘海直接往后，感觉我这样戴运动头巾，我没有运动头巾哎，帅哥瑞婷，因为我蛮喜欢这个称号，大家可以多叫我帅哥。今天要来做饭，给大家猜猜看我今天要做什么？我想喝水，大家等我一下吧。妈妈，可以帮我拿水壶进来吗？在我书桌上，谢谢。跟大家说我圣诞 T 恤计划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我这个一直会掉，很烦。而且我今天嘴唇很好看哎，现实都会再红一点。蛋包饭吗？谢谢，我的。帅哥是怎么想？是叫你，叫我啦，叫我，我是帅哥，大家叫我帅哥，我是帅哥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我有点小中二，但没关系，反正大家，我都已经看过多动漫了，大家也应该知道。想到很久以前，你说什么？那个什么稻香，帅兔。我要讲什么？哦，就是我不是正在看巨人吗？我已经看完了。对，再等一下一集。谢谢傅维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傅维。反正就是
主角之后不是头发留长嘛，然后他就绑上去，然后我现在觉得那发型超好看的，就是我现在觉得那发型超好看。我原本对那个发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想，但是看完主角就是绑那个发型之后，就觉得天啊，那发型也太帅了吧！以为是红包，像吗？很帅啊，那个发型。可是我自己绑的，方便吗？直接不帅啊，开玩笑的。现在大家就很好了，现在大家就很好了，大家不要闹。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是短发，好不好？大家很喜欢被挑衅耶，大家。直接黑名单。对，毁灭我心中的最爱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毁灭我心中的爱。欸，那个主角绑那个头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绑脸蛮好看，就帅帅，这有道理，没有道理吗？这样反而想看，想看我绑，你还是想看你们自己绑？这我不好说了，这我不敢讲，哈哈。像兵长那样不好，兵长那个头啊。要脸很小才会好看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上一个死鱼眼。今天有想比较多话题跟大家讲，但我今天还是要做菜，我也不确定。好啊，换位思考，还换位的蛮有道理。你的脸很小吗？那你有死鱼眼吗？没有，冰榔是学不来的，冰榔真的是神。对啊，兵长的脸也不是普通的样子。如果漫画的人画的跟普通人长一样的话，谢谢好孩子呀，谢谢。爱莲艾伦，不好吧？你看也有短发的，短发的应该没难度吧？大家，长发的比较难，长发的很有挑战性，长发好看很有挑战性。对啊，长发好看，有挑战性。我自己觉得啦，就原本其实对长发的还好，但之后没有。我跟你们讲，冰冷身高那样还可以很帅，真的是大例外。不要讨论冰冷好不好？这样大家会伤心。我不想伤大家心，大家会伤心吗？大家不要伤心了，做自己就好。米卡莎，我现在是米卡莎，早期的米卡莎。没有，欸，米卡莎有刘海吗？不知道，欸，忘了。不止，欸，什么？不专业粉丝，我是不专业的米卡莎推。还好身高赢了，对啊，身高应该是好赢吧，其他应该赢不了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兵长柯尼的头最尖，前面的兵长什么意思？柯尼头最尖，对啊，大家可以试试看柯尼的头，柯尼的头，可是
柯尼是好看的吗？好，我们不要再讨论。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说，我最近因为巨人就是已经没有东西看，我真的是没有东西看，就是看都没有东西看。然后多打的字 ，OK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我很开心哎、欸，就看到他，就是看到他们几个很开心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可能同性的推会更开心，会更容易。对啊，我觉得同性的推其实对他到底有没有对象这件事情不会太大的介意，我自己是这样。同性的偶像就推自己同性的人。去年是你说柯尼吗？对吧？可是其实、我跟大家说，其实我觉得其实犯动漫里的人物不是什么坏事。我觉得犯动漫里的人物其实很轻松哎，就是因为你，因为我怎么讲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就是其实我犯的真人跟我喜欢的动漫角色对我来说意义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我不会觉得。我的真人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懂吗？就是因为他们离我好远，然后就其实知道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不会觉得他们跟我在这个就是在同一个地球上站着，你懂吗？就是他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星球的感觉。他们慢慢就结婚了，就是不会有这种困扰啊。就是你不会，你会想跟他结婚，但你知道你绝对不可能跟他结婚的道理是一样。就是如果其实可以把动漫。就是喜欢动漫角色的心态跟喜欢偶像的心态重叠，其实应该是蛮好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其实差不多。年龄大，对啊，年龄大本来就是还是会希望他幸福一点吧。都在同龄，就是不会觉得啦，但知道就知道这个事实，但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。对啊。角色里面来干嘛？对啊，方便吧？哦，对耶，好有道理哦，好有道理哦。跟大家说，其实最近我哥最近好像也在看那个，就是常常听到类似的东西，但没有什么意思，就只是觉得他好宅啊。但没关系啊，我也很宅。都说格宅，自己不宅，自己也超宅、啊。可是我觉得如果就是剧情好看的话，会继续看下去。所以我的怪物真的很厉害。我最近一直在看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可能这个角色是这个声优配音的，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开别的东西，你们懂吗？就是。就是在讨论节目，声优本人在讨论那个他们配音的节目的那种。谢谢你的四叶草，谢谢。就是看一些片段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就虽然他们不是用角色的声音在讨论，虽然我看不太懂，就是疯狂疯狂，大家听得懂疯狂的意思吗？疯狂就是加减看，就觉得还蛮有趣。喜欢的角色有点炮灰，当然不了作者一套，那就不要说、啊，骂作者，这样讲好吗？不太好，这样讲不太好。也不是，就是，我也不知道你讲，算是吗？就但不是现，就已经不是 live， 就是已经别人剪辑好了，然后有配日文字幕这样。好像很少配中文字幕，所以就只能看日文字幕，然后都看不懂，就光听访谈节目。也不是、欸，就是基本上都是那个主角声优在主持，然后偶尔会是别的角色，然后跟他聊天，对，要懂吗？而且我最近滑 TikTok 啊，对大家，我 TikTok 更新了。大家记得去多看几遍，然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对对对对对。但我发现就是兵长的声音很少出现在就是有剧以外的时候，兵长声音也很好听，有点空灵的感觉，怎么讲？就是空灵感啊，有一种空气感，沉稳又带一点空气。我感觉雨真好，对啊，今天雨超大，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在家做功课，然后我就这样子。本剧本真的很可爱，对吧？我也觉得很可爱。谢谢谢谢，大家记得去看哦，大家记得去看，然后多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挺好听的，对吧？挺好听的，挺好听的。还一直打雷，对，我就是要说这个，就是我就坐在电脑面前，然后我在弄我的功课，然后我就看到。就我家就突然暗掉，然后又闪一下，然后我想说是怎样，然后闪电，然后超大，因为那个闪电就是可以看闪电知道打雷的声音，打雷声音大小，然后知道天啊，等一下打雷一点大声。现在的厨房，哎，对啊，大家还没猜到我要吃什么，大家赶快猜一下好不好？我要拿我的东西吃。大家赶快猜一下好不好？谢谢 Ring 的一封信，谢谢。关掉了。电灯按掉这样子，就不是电灯按掉，是一闪，然后又有什么材料？有。我有两个很重要的，我先讲不重要的，有鸡肉、香肠、洋葱。然后两个很重要的，一个是主食，一个是配料。我要讲主食，你们就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所以我讲配料，泡菜，这样。水管上面，超帅！哎，大家知道有那个吗？兵长的拖扫地机器人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没有人猜到，还没有人猜，很接近了，很接近。大家现在猜的很接近。泡菜鸡肉汤面，很接近了，有泡菜就很接近。但是料理名称没有泡菜。啊，那个很可爱耶，那个超可爱的。可是感觉在我家就会生灰尘，但好可爱哦，好贵哦。我要讲到哪里啊？对，我最近就是没东西看嘛，然后我又重看了一次《我应》，我看到第四季，因为我还不想进第五季。部队，我很快很快很接近了，再少一点，少一点东西。加泡菜，怎么可能啦？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我觉得我很厉害，就是肚子会饿，但是就是不想吃东西。为什么不进心？因为还没完结啊。重看是巨人，推啊推，少一点锅，不是啦。小火锅，不是，其实部队，哇塞，部队要怎么？大家猜不到，怎么会猜不到？韩式料理啊，韩式料理很简单，韩式料理。吃料理，我都想不到。大家在家里没胃口，这会有关联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就都这样。可是主人，不好吧？不好吧？我不想煮我的家人，先不要。怎么会猜不到？就是最韩式料理一讲就能想到那种。音乐，大家可以先音乐。泡菜拌炒鸡，有主食，有主食。不是饭，不是面，不是饭，不是面，对啦，就是辣炒年糕啦。怎么会猜这么久啊，大家？大家怎么猜这么久啊？辣炒年糕，但其实我也不会煮，所以等等可能要召唤妈妈进来。哈哈。
测一下也太酷炫了。海鲜煎饼有没有海鲜？叫什么海鲜煎饼？大家记得去按抖音的赞哦。感觉年糕卤出来，香肠只是另外干煎，香肠会加在汤里面，也不是一定要用到，就是我自己想加的，然后会加起司。糖就是勾勾的那种，辣炒年糕会有一点点勾勾的汤，简单来说就是没有部队锅，然后收干一点，然后没有泡面，然后没有，然后知心不是，我不喜欢知心糖，我不喜欢知心，我超级不喜欢知心，超级不喜欢。我加知心糖的赞对吧？好，我看一下我有什么话题跟大家讲。好，我要讲了，我一直被打断，也不是被打断，大家可以继续讲。如果我一直分心，就是我不是说我东西没东西看吗？然后我最近又重看了一次，我赢，还是很好看的、欸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就是很好看、欸，受不了吗？而且就是还有很多经典的台词，但我现在忘记了。那我觉得就是文化祭那边那个。犯罪绅士有点拖啊，会想筷子。屋是什么？我主食就单年糕，对啊，这就是我的晚餐：年糕、香肠、洋葱、鸡肉、泡菜，就这样。还有 cheese。为什么会喜欢它？我超也没有到不喜欢，就没感觉。是超美感，很拖哎、欸！我觉得那边剧情也不是很拖，就是会不想要听他讲话，绅士的个性挺有趣，就不会想要听他讲话。对，有趣的团，经典大反派。可是我最近发现，我觉得 Darby 我蛮有兴趣的 ，Darby 是。那个会喷蓝色火焰的，但还没有到很有兴趣，就小有兴趣。但我还是最喜欢伊雷达。钢卡，他很可怜，他就是一个一无所有只有梦想。可是我觉得，可是就是只有梦想，他也不够努力啊。我自己是这么觉得，就是。没有办法理解了，我没有办法理解，就是他读了好久，就读那么久，至少要毕业吧。他好像留级四次还是怎样，就是他读那个科系，他可能就基本要做，他连基本都没有做到的感觉。但他的故事蛮可爱，就是他想救人，然后。反而害人那边还蛮难过，就是人家就毕不了业，读那么久怎么可能毕不了？他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可能会读那么久毕不了业啊？也不是怎么说，就是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就如果是读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读了四次，然后就是一定如果有努力的话，怎么可能会这么惨？如果。对啊，有努力的话，怎么可能会这么惨？就是自己还是要再努力一点。普罗斯艾路托啦，那一句话是我的桌布哎、欸，跟大家分享。Plus Ultra 是我的桌布，我桌布上面有一排，超越巅峰，很正能量的一句话。能必修美国，那就是基本的东西啊，基本的东西怎么就是基本东西做不到的话，那要什么？
可是那一段也没有写出他有努力啊，他就是一直被挡。我觉得科技不是努力就能毕业的，但他可能他如果那是拉丁文，真的，欸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也超酷的，好酷哦！不努力会很开心，不一定吧？反正我觉得，对，大家可能可以理解，大家可能会觉得，我觉得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梦想。那他在做这段坏事的时间，他为什么不去？就他原本不是一个上班族吗？他是走歪路啊，走歪路就是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。我在我理解的那段剧情里面，就是我看的那段剧情，我觉得他没有认真读书，可能是动漫没有画得很仔细或什么的，可能漫画有画到，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对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。而且想要名留青史。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，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想要，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就是你只要活一个你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，你只要活你自己还在意识到你自己还存在的时候，然后你不要做你觉得没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意义。现在是站着吗？是哦。因为我不想，我觉得我站着会比较精神。好热，厨房好热。最近的 TikTok 上面充满了各种就是拆箱周边的影片。发现外进来吗？不然要一个人没关系。就是充满各种卡了还是没有，是因为我去看我的记事本。我看我做的看不看得到。做的就会算我一个大头。好了，我站着好了。要是椅子高一点就好了。不知道哪里。哦，对，我最近 TikTok 就是一直在看别人拆周边，播音的或是咒术的周边。好热。手机压下来，不太行，因为后面的东西有点多。最近看了什么开箱？不然浏览记录都是什么意思？被你做，谢哦，谢谢。大家蛮有梗的。然后我就在看很多人在开抖音的周边，或是在跑出很多一样的东西。对啊，就是看了很多那一样的，所以我最近都充满了。但我自己也看得很有趣，就看大家拆周边很开心。但是周边好贵，而且现在也买不到，要买要买代，要找代购。我最近有在想要不要找代购，但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。找代购买过东西，我就觉得惊惊，我觉得有点害怕，怕被代购凶，我很胆小，我是胆小的，没有也不推荐。我最近看到一个立牌，
超级超级想要那种，但也不好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买，买不买到。价格很简单嘛，叫哥帮我买，哥才不会帮我买嘞。真的、哦，可是那些周边要在哪个网站上买？你们知道时节吗？我应的时节就是他们投票出来，好像是投票出来，然后前十名，然后会有一个作者帮我们画了一个新的东西吗？作者帮我们画了一个新的，就是造型。就是中古世纪那种，然后，对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然后我昨天就在想，我昨天就在查那到底什么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造型好可爱哦、喔。我就是偶然滑 TikTok 看到，然后看到那个立刻直接爱上哎、欸，就是一眼万年，开玩笑，没有嘛，就是看到觉得。就是非买不可的感觉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一定要带回家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看了都觉得好可爱，然后就上网查，然后发现是那个橘色 app， 反正就是网购那个 app 上面的代购有，但是那个代购的东西就是它不会有一排说明嘛，然后看了一排说明就觉得好可怕哦、喔，然后就不敢问。干嘛？你想买东西会考虑很久吗？会，我是会考虑很久的人，因为我常常买东西，然后被妈说你又乱买，对的。但其实我现在买东西就是会考虑很久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就比较不会后悔。那也是看个人了，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。时节，我应的时节，代购很多地方都可以买。如果你们就问成员，谁要买？日本东西一起，可是其实成员都不太不知道哎，就应该说我跟我比较熟的成员好像都不太花钱，不要被马康如威被念。考虑很久，现在的订购就错超过，对啊，所以很常就是考虑很久之后，不是考虑很久，在下单前一刻就是看到他卖完了，就是他已经被买走，我就会气。我跟他说，我最近要买。大家知道冰岛外传吗？然后我已经买了冰岛外传的漫画，然后它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黑白版，一个是彩色版，然后我就在犹豫到底要买哪一个。但因为我本来是两个一起放购物车，然后我今天看的时候想说，因为是同一个卖家，然后我就想说不对耶，然后彩色的已经被买走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哦！虽然彩色在别的卖家还有，但是我发现黑白的好像在别的卖家已经没有了，然后他又只剩一个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？因为我本来想要等到免运的时候再买，但是就是感觉等不到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好吧，然后我就买了。冰岛外传不是冰掌外传，谢谢姑姑猫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吉米洛的枫叶，不花钱你自己家被你发现，波乐感觉就是其实波乐还好，而且波乐买其实好像也不太会找人骑，还是其实波乐很强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波乐其实还好。冰展 S， 我真的讲到一半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英雄排行榜投票之前，反正就是文化季节的，文化季看两次都会犯累耶，就是那个耳郎在唱歌的时候，那个紫色的耳机接头在唱歌的时候。我记得我在唱歌的时候，看两次我反泪，就觉得好感动。而且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，大家如果跟就是可以跟动漫里面的角色当朋友，会想要跟谁当朋友？我会想要跟耳郎当朋友，因为他会很多乐器，而且他又很可爱。
会很多乐器就可以请他教我、啊，他感觉又超就是很可爱的一个，会想要成为他那样子，感觉他就会帮你，不会、啊，这样太靠他，这样子到时候他到时候被他讨厌怎么办？不会、啊、不会不会讨厌，但不会想要麻烦，不会想要麻烦别人，不会想要太麻烦，可能会去问他他会怎么买吧，但是他应该也是直接上网，多来。好敷衍、啊、你们这群人好敷衍、啊、你们这群肤浅又敷衍的人，肤浅也敷衍，肤浅跟敷衍、哦、我刚刚我又想到了，我因为我在家嘛，然后一般人都会犹豫，像我直接放弃，什么很实用好吗，没办法选出一个，自己拿出道具，就是看到那个耳机接头之后，就是谋生一个，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真好的感觉。尚明可以重叠哦，对啊，尚明可以重叠，而且尚明很可爱，我重看一次发现尚明跟那个切岛都很可爱，虽然尚明也就是幼稚幼稚，但是至少比葡萄好了，葡萄就是不知道怎样、啊、我葡萄看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很喜欢它，就是葡萄看就是 OK 的，原本是讨厌，现在已经没有到讨厌，就是还好还好。尚明很方便，尚明超好笑的，尚明这个很好笑，分神论要写不出来，葡萄真的不行，对啊，葡萄不行吧，可是大家都说葡萄很有趣，没关系啊，很主观，这件事情很主观。对，对，现实中有葡萄这种，很中肯，很中肯，好笑，好闹，闹死了。而且我看到他们不是办文化祭吗？但是台湾好像没有文化祭，文化祭是运动会这种东西，园游会。但我就在想、啊、如果我去文化祭的话，不喜欢葡萄，对啊，我不喜欢葡萄，是吗？文化祭是运动会，我会不会站着播两小时？应该不会，我觉得应该不会。比较厉害的园游会，园游会比较少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如果是就是日本的学生，然后办文化祭，我是哪一类的人？我觉得我应该会在旁边的人类，因为我会觉得很麻烦，除非我在雄鹰里面可能就会是很热情的人，但是如果我不是，哟，我的哇哇哇哇哇哇，不太好吧，不太好吧，等一下哦，我这边有一个小 trouble， 哦，这先不要哎、欸，再不要。
其实我可以很英勇，但我在想，我不想在大家面前杀生。眼不见为净，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眼不见为净，眼不见为净。他今天会来报恩吗？我不要把水壶当成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敲他，看他会不会离开而已。大子怎么没有很小？应该是什么？感觉像白蚁之类的。觉得很麻烦的人通常会被抓去选中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不要担心，两个小时以后还没开始煮，没关系，我们家有东西吃了。他不见了，刚讲哪里？对，我就是，我觉得我音里面的人其实都不是正常人，就是好人其实也不是正常人，我自己觉得，跟我讲，可能绅士才是正常人吧，但我音，因为我音里面的人都不会有犹豫这件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他们，我发现他们里面好像除了。就是生气跟难过的负面情绪，他们好像没有别的负面情绪，就是一部很正能量，所以会很喜欢这部作品。但是，就是他们都不是正常人，就他们不会犹豫，就他们想做什么就会去做，就他们很有行动力，懂吗？这件事情很厉害，就是光是做到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厉害。是我最近有感想，大家有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不犹豫倒是挺不正常，对吧？他们都很有行动力，就是真的很有行动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角色都是，每一个角色都是哦，就是每一个。哦，除了那个雷射光青山。那个青山优雅是吗？青山，他比较胆小，但我觉得他也不是没有行动力的人。他们印到我们内心那样，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他觉得自己也可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给你勇气的感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给你勇气，很厉害。他们都不是正常，就连坏人也是啊，坏人也不会犹豫做坏事，他们就是很不犹豫的，立刻行动就是做坏事的感觉。谢谢太马是不是肥料？是长牙的意思。他跑过来了。哦，很烦呢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啦？我把它用被子盖起来了，根本是天才。虽然不知道那被子谁的，应该好像是哥哥的，希望哥哥不要骂我。谢谢怀怀的行李箱，谢谢。恐龙的粉还请你100看书。飞子 QQ， 哥哥 QQ 啦，哥哥 QQ。我要再看一下，我讲到哪里？哦，对对，然后我不是说我滑 TikTok 吗？然后都是别人在拍。就是都是我在看别人拍周边嘛，然后就看到很多冷门的角色，哎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冷门的角色推冷门角色的人，
隔壁会拉肚子，不知道。推冷门角色的人，我觉得很酷耶，就是我常常看一看就会觉得，就这个角色真的会有人喜欢吗？像是葡萄对，但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推葡萄，但有没有人推葡萄？我真的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推葡萄吧，谁要推葡萄啦？然后我就滑一滑，就看到就是真的有，就是很疯狂推那些冷门角色，我就觉得很酷耶，就是原来还是真的有人喜欢，就觉得很还蛮开心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蛮开心。但是就是喜欢那些本来就很主观。我看到班长的推，然后还有那个胶带的推，还有尾巴的推，水泥吗？水泥我还没有看到水泥耶，水泥也有吗？其实我觉得水泥应该会，就是一个不讨厌，但也不会到特别喜欢，就是蛮喜欢的那种角色，就不会到最喜欢的感觉。但就有看到班长，还有那个古拉拉卡，对。但今天找不到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搞不好我排啊，可能之后会发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搞不好我排，当然也不一定。而且我最近已经拍了很多个，然后已经都传，所以我最近应该不会再拍。最近应该会专注在发文吧，可能之前专注在 TikTok 的影片，所以就没有特别的管它。但最近可能有啦，有要发文，但还没弄好，哈哈。但我觉得这次的照片大家应该会很喜欢。古拉拉卡没有冷门吧？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他真的假的，我以为耶。啊，对，然后我最近不是重看了吗？然后我发现我觉得 Big Three 都很棒。有那种任何风格都很屌，谢谢。很多都适合我。我喜欢拍。帅气的也没有啦，可是我觉得我 TikTok 应该比较适合拍可爱的，不知道。我要讲哪里 ？Big Three， 对，鲁咪咪哦，然后波能，还有那个桑伊塔。我原本最喜欢鲁咪咪，但是之后觉得桑伊塔，哎，我觉得桑伊塔很像慧，哎，大家知道慧吗？咒术的会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，但我比起会，我更喜欢桑伊塔。应该好 ，OK， 我努力。还有我要作业，好不好？而且之前在忙设计图，我哪里？对，桑伊塔，大家知道桑伊塔吗？大家知道，他们三个比较高三的角色，大家应该只知道绿谷跟爆豪，还有轰吧，真的很灰耶，就是一副很正能量的。对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发现冷门非冷门角色，觉得很酷。对。谢谢朱莉安的指南针，谢谢。我刚讲到哪里啊？我刚看了什么啊？我直接失忆耶，好烦哦。哦，我最近看了，我不是说我最近在看书嘛，然后就看了。谢谢吉米多的文丑礼，谢谢。看了那个什么辣炒年糕，大家知道那本书吗？虽然想还是想吃辣炒年糕那本书，我觉得那本书其实蛮推的耶。那本书就叫虽然香，但还是想吃辣炒年糕。我是师傅，看师傅干嘛、啊？
本书就叫《虽然香》，还是想吃辣炒年糕。因为看了不是、欸、那本书不是在讲辣炒年糕，那本书辣炒年糕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本书跟我进虽然想，他我空了一个字想，但还是想吃辣炒年糕。很抽筋。他跟我逼掉那个字比较快。但那本书是在讲轻郁症吗？他也不算一个症吧，他就是轻郁的症状，就是。我觉得那本书其实会红是蛮受欢迎，是因为他讲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很同感吧，就是深受同感，就是会觉得哦天哪，就是这根本就在讲我，就是哎、欸、我也有这样的状况，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女生，然后她是轻郁症状，然后他是心理咨商，然后跟医生谈，然后讲他自己的困扰，然后医生反正就是他们谈话的过程，然后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呢，可以从那个女生的生活经验里面，或是那个医生的话里面，找到跟那个女生相同症状的解答。要懂吗？就是那一本书后面的评论也是好像在看自己的日记之类的，就是那本书就是蛮适合给对自己不满的人吗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对自己不自信的人，对自己不满的人，看有没有伤我同感吗？好，对自己不自信的人的一种，就是你就算没有感，你自己在生活中，对对，好像是一家好像有看过，是真的美玲吗？是真的美玲哎、欸、，Hello 美玲，哎、欸，点到美玲的角色 ，Hello 美玲 ，Miren， 用笔吧，那也是你比较喜欢，感觉不错看。假的，烦欸，是假的美玲，好吧？那我是假的瑞迪。Hello, me name， 你等下要播吗？我觉得是一本可以解决很多，也不是很多烦恼，就是可以让你的烦恼有。我有变瘦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最近比较没有吃饭。可能有，可是我觉得应该看不出来吧。我觉得我变瘦，看不，我没有量体重哎，最近在家就不量体重，有代入感，就是感觉变瘦了吗？好开心啊！被成员说变瘦很开心，大家知道被成员说变瘦这件事情是，谢谢蜜蕾，是一件就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。因为成员讲的话就是会，就是对，因为你等下播吗？还是只是来看看晃晃？从别人的故事反思自己，对，就是那本书可以让，就真的是一本很容易带入自己的烦恼，然后可以在那本上面找到解答的一本书。蛮推的，大家可以去找到。你实在太无聊了，哦，最近在家。面米在家要干嘛？我在家要在上课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今天米蕾米今天没看。我觉得米蕾米念起来很可爱耶，米蕾米。我今天上课，今天是国文课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国文课的事情。我今天。因为下午有两节空堂，然后你今天毕业典礼好玩吗？线上毕业典礼听起来好惨哦！哎、欸，天哪，没有意识到美丽已经毕业的事情。毕业快乐，蜜蕾蜜毕业快乐！
我念的都好可爱，很难过，因为线上嘛。我觉得如果可以补办就好了，好像很，可是已经很多学校不是都这样，然后我们学校也是，然后大家都很不开心，毕业不太快乐。那毕业不要难过，毕业不要难过。那你们还会去学校吗？我要讲哪里啊？我要讲哪里？哦，国王课，我跟大家上国王课。就我下午两节空堂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空堂，那我就来睡觉好了。然后国文课就在空堂后面，然后我就睡了两节，还是会东西都在学校。学校，我觉得如果就是我这样讲好废哦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一届的人，我会想要学校补办，就是。谢谢米莱米的玩手礼，谢谢。睡前要国文就课，还没讲完。毕业不要难过，而且应该还会跟同学有联络。毕业离我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哎、欸。啊，米莱米竟然毕业了，真的是很没有想没有，我以为你可能还在。还要继续念之类的，那你月明要变大学生了耶，好酷哦！好，我今天分享国文课的事情。我国文课就是，我不是说两节空堂吗？我两节空堂都在睡嘛。然后我第三节是国文课，然后我就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把手机开着，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把手机开着。你。生学校怎么这样子？没有去大学哈，好，不会想去吗？大学必点，对啊，大学好像必点，好像大家都没有很在乎。高中感觉就是必点最重要的时候，就是高中的必点，感觉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必点。希望你们学校可以补办，不补办真的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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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要学布丁 no no no， 我不会布丁的 no no no。就是用来哭，对啊，就是要感觉就是要抱在一起哭，离我还有一段时间。对，然后就我会把课堂开着，然后。课堂开着，然后我就躺在床上，然后就想说，算了，笔记之后再补好了。然后就躺，然后就听他讲的，因为我们国文是随机点名，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，是随机点名。然后我就这样放着啊，然后我真的是半睡、欸，半睡然后半听哦、喔，我觉得我超厉害的，我就是半睡然后听老师就是偶尔讲话这样，听老师。偶尔的声音，为什么是偶尔声音？因为我会睡着，就是一阵一阵的，然后阵一阵一阵，然后我就睡到大概课堂上一半的时候吧，然后我就睡，然后我就听到点名两个字，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快要睡着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我想说点名，然后我的脑袋就大概缓冲一两秒，然后就跳起来，然后赶快打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再躺回去。然后再继续边听边睡，然后才没有，这个是我偶尔听啊，我偶尔听，会不会听睡到说梦话？不会啊，而且说梦话他们不会听的，会关麦克风。哎，那米莱米这样就放假了耶？对耶，这样就放假了耶。可是好像现在也差不多在放假的感觉。袁文文种了20倍的浪花，20倍的东西。那你可以一直玩哎、欸，好好。要无聊了，你可以找我，好啊。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。你有玩那个吗？吃鸡。真的有需要内容吗？没关系，只要笔记都补回来就好。我国文都自己读。
谢怀的 love， 还有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我有点到名吗？谢谢。有啊，好啊，那我无聊的时候去找你玩。可是我还蛮烂的，我自己觉得，我有点小雷哦。找美学的哎、欸，好好，希望我毕业的时候毕业，对，希望我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，没有感觉就很线上毕业典礼真的是很没有感觉。远端开会的时候不小心这样，要去给系统。哎、欸，这好好笑，原来是勉强，那要靠你，靠咪雷米，靠咪雷米 carry 我。我真的是国文课都没在上哎、欸，然后我就是都看笔记。哎、欸，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小故事吗？今天到底要不要做菜呢？真的是看我心情哎、欸。如果我话题讲完的话，我就要去做菜了。就是我国文课的时候，不是国文课，国文段考前，然后我课本不见了，然后但是我的抽屉里面有一本课本，然后我以为那是我的，然后我就带回家就走了。就那不是我的，那是我同学的。然后我课本就真的不见了。然后我同学是笔记做很认真的那种，做的比我还认真。然后我想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隔天他就要考了，但有一堂自习，所以他好像也说还好。然后我都看他的笔记，然后我就是基本上没在上课嘛。然后就国文课那不用听啦，国文课就看看就好。然后我就看他笔记，然后读一读念一念，然后就考得还不错这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学课本在我抽屉啊，超怪的，超无聊的，穿睡衣躺在床上看毕业典礼。要怎么看毕业典礼？要看校长讲话。你们要开镜头吗？我也觉得超怪的、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Hello fan， 国美说学姐，哎、欸，这还蛮厉害的、欸，这样很厉害、欸，这样蛮厉害的、啊，这样很厉害耶、欸。结果考的比那位同学，我基本我应该都考比较高吧。那位同学都考蛮低的，没有。但我跟那个同学很好，所以他听到也不会怎么样。那同学他很认真诶，他就是很认真。哎、欸，他国文，虽然他国文没有比我好，随便看看。国文就是读一读的，没有镜头，他们在直播看影片而已。看影片是他们录好的，就是老师说毕业快乐这样，是吗？哦，在直播，在直播，所以校长要直播，要看校长讲话直播，感觉好像不是自己。对啊，好可惜，真的好可惜，好气哦！还是你们自己回去，你们自己回去拿东西的时候在教室办嘞，感觉还不错啊。这个班自己办，这样你觉得是拍好的？校长懒惰、喔，校长不想早起，乱讲话。国文老师英文不好，招黑。国文没有遇过选择题，什么意思？不是现在啦，不可能现在回去。怎么可能现在回去啦？太危险了。谁要听校长讲？不是正常学生不会听校长讲话，好不好？正常学生不会给校长啾啾你哦。好像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今天要不要来一段祝福？刚好是给毕业的小可爱。小可爱有毕业的人吗？有毕业的小可爱吗？大家可以啊。但是如果没有毕业小可爱，这样很怪。有人毕业吗？哎、欸，可是好，不是好像真的有数学老师在直播平台直播教书吗？哦，托娜毕业哦，真的、哦，毕业快乐！祝高三毕业的同学们毕业快乐，不要太难过，自己再办一个毕业典礼，毕业快乐，有美好的前途。
学必点开玩笑，但大学必点根本没有要看的意思。大学生感觉就不会去看呢、啊。我觉得如果大搞不好不算出席的话，根本不会有人去。然后我就说，你要拜拜了，主播加油，好，你来拜拜。五年前，五年前的 Hello 吧，明年才毕业，加油，考学测，考统测，加油。我讲什么？哦，然后不是我没东西看吗？然后我就开始看火影。还不错哎、欸，感觉就是我最近在看《火影》跟《家庭》《家教》，但《家教》前面有点太尬了，看不下去。哦，然后我有看哦，我把《一拳》的第一季看完了，但就是普通好看，《一拳》的第一季看完了，然后就没有要看第二季的意思，就是好像还我觉得还就是普通好看，好看这样。在外面烂尾，好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是 happy ending 吗？前面都是日常，前面真的是很无聊，还看不下去，太无聊了。我问你前面还行，我看到20集，没有20集前面还蛮。平淡的，20集前面很拖哎、欸，我一直跳，我一直按快转。一拳，我觉得一拳还一直快转，我一拳也一直往前看，一直按加速。还有那个东京那太重了，东京我看不下去，东京那没有办法、欸、太血腥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会看得很闷，太闷了，它比就是我觉得。节奏很慢很慢，那可能要考虑一些，有点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。前面的东京太重了。东京就是吃人的那个，那个好累哦，看得好累，没有办法。我坐下来，我脚好痛。好，直接看我头。看谁？现在这样子没有大家真的爽。哦，我有看到那个图，但是我在想，看了会太忧郁吗？有一点哦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。第一集都看不完，我觉得东京就是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真的太重了。东京，它有点太重了。我不是、欸，我用 N 开头 ，N 开头跟动漫什么的，三个字。我想要一个话题。但也要大家愿意分享，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都在家嘛，然后其实我自己上次直播完，我觉得我上次直播没有很好，大家可能我不知道，但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再有趣一点，但我发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家，然后就没有什么跟人互动，然后所以就是好像能量会少一点的样子。所以我想要请大家跟我分享你们最近快乐的事情，就小事也可以。因为我在家，然后就没有跟，
我快乐的事情就是追到好看的剧，但大家应该已经听腻了，就是大家每天都在听我说那部很好看之类的。最近直播都很棒吗？真的吗？就其实我直播都想要讲自己想讲的，但其实有些东西不一定能讲，然后有些东西怕讲了会大家可能会有异议之类的，就是大家可能会。可能会觉得震惊之类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，但我不想让大家感到无聊，所以我就不想要自己在直播的时候不讲话吧。毕竟我觉得这是一个义务的感觉，因为这是也是在工作。出卖上班族是开心的事情，在家反而真的、像是看我直播。贝农是称赞很瘦，这个算吗？这个算啊，这个很开心啊。就是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可以跟我分享，我想听大家开心的事情，补充一点正能量、开心能量。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家，真的是没什么事情做，是不是没，就是都在弄一些就是该弄的东西，功课啊、工作上的事情啊之类的。下午听到雨声，觉得蛮开心的，喜欢雨声。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开心的事情，听到就觉得很新奇，很好啊，喜欢听这种小小的开心的事情。睡觉睡了12小时很快乐，这个也算啊，很快乐欸。可是我哦对欸，我最近睡觉我跟他说我以前睡觉是就是马上就可以睡着的那种，但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就算累还是要躺一下才会睡着，大家有解吗？工作交情因为疫情延后所以很开心，这个真的很开心欸，这个如果是我也会很开心，哈哈哈，这个很开心欸，这个很开心。你觉得你很喜欢听我讲话，因为我是有想法的人，谢谢，这个我很开心，谢谢。上次都不知道怎么输，那就先不要知道吧。我上次直播讲了很多书啊，在家看到他要看我发文的时候，好，我会多发，大家也要多留言、多按赞、多分享。TikTok 对我来说也算是发文的一环吧，所以我 IG 没在发在 TikTok 的感觉。我自己发现了，因为我原本也没有发现，但是就是好像这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更新的工具，但如果更新频率太高，我自己会有一点累吧，所以就是 IG 在 TikTok 拍比较多，因为 TikTok 你们不会马上看到，但是我是一次就拍完的那种，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空窗期，算空窗期嘛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了。但其实我也不是，其实我不讨厌雨声欸，我现在我就是不喜欢下雨，我就是不喜欢下雨出门。但我觉得如果雨就是暴雨那种，我可能就会不太喜欢哦。对，而且我不太喜欢打雷。跟大家说，我以前其实不敢关灯睡觉，但我现在就是一定要关灯睡觉，就是不关灯睡不着。而且我还想要眼罩，但最近也没有眼罩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眼罩，但觉得好像要买一个眼罩，但是就是因为不能出门嘛，就尽量不出门，所以想说哦，那就。之后再买。我不是有一只巧克力吗？大家记得巧克力吗？就是我那只熊。然后那只熊就是，因为它很大只嘛，然后它的手刚好可以罩住我的脸，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旁边，然后它手就会罩在我的脸上，就有点类似眼罩的概念。看偶像的影片，这蛮开心的。这个我也有啊！我才想到，我才想到一件事情。我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就在滑。算是，反正就是在滑东西，在滑东西看，然后就看到陈珊杰一前辈跳舞的影片，然后觉得哦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我真的是陈珊杰一推爆，陈珊杰一前辈真的是我的神，太神，他真的太神。开心的写功课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关在家，接着我要开心不起来。
太悲观了吧，不要那么悲观了。我就算接触不到，我觉得其实在家对我来说，就如果没有要跟大家直播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。不是说你们直播对我是有影响，而是说就是我直播的话，我必须要有比较多的能量，但是因为我平常不是一个这么多能量的人，就是我是一个会能量调节的人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累很懒的人，就是我平常蛮就是能量很低吧，就不想要浪费太多能量，对，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跟人接触就不会获得，就算跟人接触算是一个获得能量的过程，我自己的这算什么梦幻谈能量谈，我自己的能量就是能量说，所以就是但我不想要在跟你们直播的时候是处于低能量的状态，就是我不想要，而且我也不太喜欢把平常的最就是对我来说还是就是要有一点区别，这才是一个是会让我比较可以感受到工作跟日常的分开吧，我是蛮需要区隔的人，所以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带给大家太高的能量，但我希望我自己是以高能量的样子出现在直播上面，所以对，就是这样。但我觉得，就我现在其实蛮高能量的，在我的能量坛里面算是蛮高能量，所以我觉得可能站着会好一点。好废的建议哦，就我发现我站着好像比较容易讲话吧，站着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启动开关之类的。第一个进线上课，结果睡到下下节才离开。那你下节跟下下节怎么办？这是我开心的事情啊，好开心哦！最喜欢听大家很悲惨的事情啊，也不是这么说啊，大家可以分享大家开心的事情或大家觉得好笑的事情。这个很闹、欸，我顶多就是睡到连老师都已经离开了，就是睡到下一节，因为我会定闹钟，就是下一节刚好下一节前这样，下一节前，所以就是顶多就是睡到下课，大概下课一半，然后就会起来，然后发现哎、欸，怎么只剩我一个人？然后再來就是担心老师会不会点名，但是想说就是我会先问同学说，哎、欸，老师要点名吗？什么？然后再看能不能掰一些就是逃过点名的理由之类的。直播结束之前醒来了，觉得开心，好废，太废了，咪虫你好废哦，氪金抽到了喜欢的卡，这个还蛮开心的，这个我也会很开心，这就跟开直播抽到，不是我在想什么，开周边抽到自己的回忆是一样的。教授帮你们买，哎，好酷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教授会帮你们买？哎，我要同款教授，我没有教授，我要同款教授，但我有了。但听女生的权利，要出门就谈下来。嗯，真的，最近都不用加班，可是还是晚睡，这是一个习惯啊。我也是，我已经有点晚睡到那个成型，可能活动量变少哦。啊，道理哦。可是我也不想运动，哈哈。风草很好看，超级谢华的掌声鼓励。你就敢留言 ？OK， 这是激将法，照自己的步调就好。谢谢。今天很正吗？我今天妆还好，我自己觉得，而且我没有假睫毛，我今天妆算是中粉，中下，不要，我已经拍太多，我已经不想拍了这件。看到男的现在都很开心，喜欢半夜的时候，我不喜欢好吵。我就是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就是可能冷气的声音吧，冷气的声音，或是嗯，因为我冷气会定时，就我不会一直开着。我会冷，而且我觉得很浪费电，也会害北极熊。我是会定时，然后，可是有时候我在定时前还是没睡着的话，
就有一种啊的感觉，啊，怎么没睡着的感觉。而且冷气的声音算是蛮催眠的声音的，就是冷气的声音算是，就是那你们懂吗？就是一个噪音，但是你不会觉得，就是你不会意识到它的声音，但是它关掉的时候，你就会意识到哦，它关掉的那种。随便发个限动，限动也没什么好发的。好，我考虑一下。小时候很怕。关灯比较好睡，对啊，我现在就是一定要关灯，全黑。好，我现在一定要全黑。有个小灯，然后我不行哎，我真的是全黑哎。你的熊都被你拿来当枕头用，哎，那只熊超好躺的，没不开玩笑。陈三姐以前被跳舞也是开心的，她真的好好看哦，她好好看哦，她表演的时候超好看的哎。他好好看哦，可以，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他跳的影片，我很乐意，我很乐意看他跳，看他表演的，表演的，不止跳，表演，表演的，他表演好好看。不会不会，有我有看我有看。泄愤的乐。他就被气旷课，我会不会太真心？马来西亚，如果平常没在旷的话，气旷课没差，气旷课还好了。气旷课，我自己觉得气旷课其实还好，被比起被记警告这样，真的吗？那就好。第一次看我中分吗？那可能是你没在看我。国文课因为太想睡，把哒哒的嘛。提示美丽的错误念成型，哇塞，那你是无时无刻都抢着 TP 耶、欸？那一刻很久以前了吧？那一刻是国中的吧？你现在国中吗？稳定的低频，对啊。你适合面前，谁不适合面前冷气？对，我也是这样哎、欸，就是如果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就是我觉得如果在学校，因为我坐靠窗，所以窗有开就不太有影响。而且有时候，哦，有时候我们班，我觉得有时候不太需要开冷气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开冷气，就会让我有点不解，就是我觉得很坏，我们班人很坏啊。后面有零，后面是哦，对了，那是姐姐的，还有橘子是吗？哦，柳丁，哦，香蕉，有我看过了，我看过了，我看过了。下播好，谢谢。reset 我看过，他 reset 我已经看过了，看完了，看完了，好吗？看完了。高二现在在复习休息睡觉哦。哒哒的马蹄子没有，那是什么？转化。谢谢圆滚滚的行李箱，谢谢。谢谢圆滚滚。哦，紫色你好酷哦，但也这也是一个蛮酷的回忆啊。好，我要来讲最后一个话题。我来讲最后一个话题，最后一个话题是特别有感觉吗？就觉得，就每次听都会觉得难过，就不管是就除了波妞之类的，或是龙猫之类的，就是如果是听，就是那叫什么声音上，或是哦声音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穿，就是对，然后或是天空沉的话，就会特别难过哎、欸。就真的很难过那种，我不知道，叠字也是一种羞耻。OK， 就会觉得就是特别，就连只是在做作业的时候也会，就是那个听那音乐好像特别容易影响到我心情吧，就是很容易就陷入那个
音乐对我的心情，音乐对我来说的情境的感觉，就是好听归好听，就是它还带给我一种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比起那种普通在听的音乐，会更容易陷入一种某一种不知道是怎样的情绪的。这是一个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觉得很酷啦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想，就是特别感动，或是特别忧伤嘛，就是。就算是不是真的忧伤的曲调，也会让我觉得忧伤的感觉。但其实我看不太懂他们电影在演什么，但就是好看的画面的感觉。以前学校下课太酷了吧！我要来做菜了，大家。你还要买 CD？酷了吧？还要买 CD， 我的 CD 都给我的偶像。其实想看，大家想看我做菜吗？那我要呼叫妈妈了，我要先转一下镜头。等等，转到做菜得时，大家来看我做菜喽！呜呼，妈妈，妈妈嘞？怎么不见了，妈妈？你不要进来啊！好，你就在这里。我先用讲的吧，因为我在开会，我差点忘记我有小姐。好啊，洋葱切一切。好。你会切吗？会。小心不要切到手。他们会教我。好，然后油在旁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。对，那就洋葱下去，鸡也要切丝哦。蚂蚁，洗呀、啊，洗掉啊，洗掉就好，洗掉。好，我要讲十次吗？洗掉。现在哦。对。哦。然后切丝下去。好。那切洋葱丝啊，那个嘞。那最后再放啊。反正都是切一切下去的，等下顺序你自己。啊，那个洗了吗？你洗了吗？我只有近视眼呀。哦，好哦。啊，这个要洗吗？当然嘛，爱洗。哦。那爱洗，嘛拢爱洗。那泡菜免洗。啊，年糕你会使免拢煮，你放一半好啊。嗯。啊，那个热狗嘛是，看你要放几条。好。免拢放。这要切吗？我要切，我切哦。拢爱切啦，我是变我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那顺便关门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要洗手哎、欸，算了，我用沙拉拖洗手好了。可以用沙拉拖洗手吧？用清水就可以。哦，好。对啊，我就是看他跳 reset 我才入坑。想看妈妈煮给我吃。天小助理，哇，咪手现在变得很会讲话哦。圆滚滚，你又中了哎、欸，你又中奖了、欸，圆滚滚。差不多，妈妈讲话很难不跟，她就是讲台语而已了。妈妈有亲和力，你说台语的部分。好，我要来做菜，大家讲什么话题啊？大家可以想一个话题，我想不到什么话题，大家有什么话题吗？我已经没有话题可以想给大家，我已经用完我的话题能量，能量台，瑞典能量台，现在已经快见底了，现在只能做菜给大家看。好不好？我们先处理洋葱。OK， 我不会切，大家会切洋葱吗？
救命啊！大家会吃洋葱吗？我刚切洋葱，谢谢。大家会吃洋葱吗？你们会吃洋葱吗？谢谢姑姑猫的行李箱。不是先洗蚂蚁吗？那个可是如果洗了，如果还放着，还是会有啊。那我就算了。谢谢阿 Kira 直播的守护灵那天。他会切洋葱吗？我洋葱在这里。洋葱去头去尾，对半切后剥皮。好啊。好烦哦，看到那个就觉得好烦。刀子不知道拿来吃，更穷了。欸，刀子不知道拿哪一支正常吗？还是我要问哥哥啊？我问哥哥啊，我要去问哥哥，等一下。
他都会念，大家不用担心我看不到，我都看得到哦。我只是现在必须认真在切圆形。都要这样拿，它是这样切，然后你的另一只手要成90度，这样你才不会切到手。你就贴，这你顶多就贴着指节这边，然后开始往下滑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啊。你要炒的话，不用切那么细，你只要切。真的。对，你不用削，你只要那一颗，然后一直切细就好了，切条切断就好了。看你要用多少，然后那些好的，如果你要丢，你要拿一个容器装那个，然后那把刀不好用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握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握在前面一点，对，类似这样。然后如果你再不行的话，你就握在刀子上。这是利弊的问题。对。在握在像你姐，你直接敷衍我，是没错啊。你写之前就会握这样子，就是这边如果是刀子，不是你手食指不要那样压，你要用整只手，用身体去切它，不是用手去切它，不然切不断。就怕用身体去切，我也切不断。它是一个推的感觉啦，我习惯是用推的。我觉得大家应该现在就是哥哥推哦，大家直接开始推哥哥。我好像切的就是这样子啊，记得手一定要成90度，不然会切到手。好。然后如果你切到手，你指甲就会跟洋葱捆在一起，你就分不出来什么是指甲什么。拜拜。嗯，小心哦，慢慢来。这种东西第一次慢慢来，不要就是太难，安全比较重要。好。这应该算有成功吧。不管啊，我就是成功的啊。要用整颗还是用上整颗？应该不用用整颗吧？要用整颗吗？要用整颗吗？送给哥哥掌声，谢谢阿正的红包，谢谢阿正。刀该磨了，我也觉得。谢谢老师的掌声鼓励。谢谢阿正。谢谢海海的好忧伤。谢谢海海。谢谢怀怀。这辈子都不可能了吗？没错。不能犹豫，好啊，拿多少放到280。好饿哦！谢谢 Rain 的看好牛，还有 Lucky 的掌声鼓励，还有我们东东的看好牛。哥哥很幽默哎，可以加推吗？反正你们推也看不到他长怎样。推啊，都推，推起来。谢谢默默的玩抽力，谢谢默默，给你一颗爱心，给你半颗爱心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用半颗就可以了吧？好懒哦，懒惰呢，做菜也懒惰。
尿痛，天哪！可以给你半颗洋葱吗？可以。你要半颗洋葱？那华华哦，华华哦，华华哦，先送个东西，我才可以送你半颗洋葱。年糕怎么洗啊？怎么会有连热狗都打不开的问题？我不是这么弱的人哎、欸。怎么会有连热狗都打不开的问题？哇，华华真的是 OK 哦，给你一颗洋葱，好，半颗洋葱。就要差不多关播，在14分钟就要关播。我不知道14分钟做不做完，大概90分钟做完，我就觉得做不完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打不开、欸，怎么会有打不开？哎、欸，你们看得到料哎、欸？对，你们看得到料哎、欸？但我问你们应该看不到，打不开。40分钟就要出，拿剪刀，好懒，懒惰。不是有人会用刀子开吗？我觉得很厉害。
方等于可能？不可能啦，我不会爆炸好不好？结晶才会爆炸好吗？那个爆炸的问题就不会是结晶的那一种。爆炸就不会直接变没有。他就只是还在洗菜，大姐。你要洋葱米就好，你先送个东西再说，再请求，再要求。洋葱米已经，而且洋葱米已经丢到厨余里面，拿不出来。突然又没电，不知道油够不够哎。其实我不喜欢加油。我不太喜欢加很多油，不知道，就纯粹就是不喜欢。松饼、馅饼、煎饺，应该是煎饺吗？它在热，好可怕哦！我要确定，它这样子不会倒吗？算了，不管，加油，不用加水吗？要加水吗？要加泡菜吗？要加水吗？要加水吗？对，要加水吗？要加水吗？我要加，不要，我要不要加水？哥哥，我要不要加水啊？我要做辣炒年糕。我要什么时候加？一开始就加吗？哥。水，因为那男年糕爱我自在的嘛。
不会先加水啊。所以不用先加的。不是加青菜，看菜有大不？我们加。啊？没事。啊，你有放油啊？嗯。啊，你有不是青菜？嗯。不是青菜。它就开了，还没啵啵。啊，你有蛋液蛋啊？那我要先加。小蛋的蛋液蛋液。哦啊，你会要吗？没要啊，怎么会？啊，菜切起来上好，要再烫菜啊。那鸡敢有切？没有哎、欸。拿去切啦，拿起来去切鸡丝啦。那么大块怎么吃啊？我自己在家弄的时候，我都没有。你切跟洋葱一样。哦。那你现在它哔哔啵啵的时候呢，东西开始有一点香味出来了。然后炒软了，那怎么知道加水？等到它很干的时候再加水。哦，那你可以加泡菜水，哦、加泡菜。嗯。完全忘记要切鸡肉，不晓得了。会啦，这里哦。天哪，我要一心二用。虽然我蛮会一心二用，但我不会煮菜啊，煮菜不会一心二用。不要闹了，你不要闹了。应该慢慢转就可以了。那你很会讲话，水够吗？还没加啊，妈妈说要等再加。他刚说什么都要加泡菜啊？天哪，我忘记了。不会啊，这种东西应该不会失败吧？你没有听到他刚说什么都要加泡菜吗？肉要下了吧？要下了吗？他加泡菜了吗？哥，你太大声了哦！应该可以直接加泡菜吗？好哦。大家请对我有信心。我没有做菜失败，我有啦。我把汤泡面煮干泡了。哎，大家记得吗？大家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哎、欸。会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你知道我把汤泡面煮干泡面这样，因为救命啊！哎，陶哥，你不要，你先给我技术指导好不好？我需要技术指导哎、欸，我现在需要技术指导，快点！我要加油。只要热了就不算失败。
只记得意大利面加牛奶。比比伯伯应该可以下肉。对了，只是要再加水吗？现在要再加水吗？我今天应该不会准时关播，大家应该再继续看吧。泡菜会咸，可以加点糖。那要加水吗？所以我现在就要等它吗？我现在不用做任何事情，是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。什么意思？延播日常哪有？我根本没有在延播，好不好？不想加班。加什么吗？加水？要吗？好像要加一点欸，我要加水哦。我要加水，哈哈。没有水加欸。有软吗？好像没有，全部都泡开。没有全部都泡到，就要加什么？加一点点，好像有点太一点点。还是这样就可以啊。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，我不是做菜的一点点，我是认真一点点，还是这样就好啊。就这样好了，我不要理他了，加油。那炒年糕就这样而已吗？已经看到水了，先这样。盖，那我盖咯。大家现在来跟我聊天，大家赶快，我们来 Q&A 好了，大家来 Q&A 一下。等等，这个锅妈妈跟哥哥会愿意吃吗？会吧，只有姐姐应该不会想吃。我要来坐着了，大家应该暂时不会再看到他了，哈哈，因为我要坐着了，好累哦。这椅子呢？哎呦，等待中，想都别想，想都别想。妈，你可以过去看，你可以啊，你不行，我挡住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可以过了。妈，哦对，那你让他滚，啊你不要太大，哦，那现在太大可以，只是你要过啊。那不用加盐巴、哦，你要自己试啊。哦，冲洗，擦擦，这边放下，啊，气死在这里。气死什么时候加？最后。
多了吧。葱没有切，等一下，我有个葱没有切断的，太闹了吧！救命啊！看起来没电，对，剩10%。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对，还是好像再选一点，肉熟了，很早就熟了，肉很多。这样了还没，中央菜也还好。没有他哥不行，做菜没有他哥不行。
好了，我今天要来念，我今天从第六名开始念。第六名是 Akira， 谢谢 Akira。第五名是咕咕猫，谢谢咕咕猫。第四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三名是 Rain， 谢谢 Rain。第二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。跟大家说，前几次直播，然后前几次真的大概前三四五次吗？第九名是美玲，好，第九名是美玲，谢谢美玲，那美玲就不在了。前三四次嘛，直播的时候，然后都看到大家礼物之类的送了很多，然后火也很大，所以很开心，希望可以继续保持。嗯，前几次真的就是前几次第一次就是前几次，前几次的前三四次吧，就是对啊，前三四次礼物很多，我很开心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可以继续这样子，然后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，然后下礼拜直播时间也是一样，看官方脸书公告，希望可以继续前几次直播的巅峰，可以算是吧，前几次直播的成绩，可以这样讲，是这样啦。然后，拜拜。店员有关吗？没有，我让他慢慢滚。谢谢他马上玩手里一点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希望可以继续保持那个完美的成绩，拜拜。很重要，这很重要，所以我讲很久。